条登山步道整个已经荒废成这样子了。对，因为真的很久没有一般的登山客回来走，偶尔还是会有农民。对对对。然后这条步道目前到这里还有水泥地，再过去一点点就只剩土路。所以我们的相机也是架在这种地方吗？哎，对，基本上其实好走的路动物也都喜欢走，可是只有人。所以食物也喜欢走这个路。它也会走好走的路，而且最上面其实是林线。林线对动物来说很方便，是它想要进行比较长距离的移动，林线是最方便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对食物来说，林线有一个好处是，它如果要做气味标记，在林线气味也会散得比较宽广。哦，了解。我们现在经过的是石虎，的家，石虎会经过的地方。然后这里虽然还有一些阶梯，但是非常的原始，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来了。石虎就藏在不远处。哦，哎，小心！搞不好幸运气好，看到石虎在那边看着。不用爬。老师，我们要变石虎了啦！记得要学跟石虎一样，我们是要找石虎，你忍忍，值得的。石虎要跟罗宇跟石虎的平衡。哎呀哎呀！哎呀！S 匍匐前进了，哎呀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石虎一样爬过这个山洞。喵！哦，勾住了！啊，我勾住！天啊，我的包包，有够难钻的了。可以可以，这样子。哦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哦，要当石虎其实不太容易。你现在好像过冰啊，好像诺曼底大登陆啊。我以前很喜欢趴在地上找，找出来了。大家，就快到我们的自动相机位置了。这个好像我们在野外好像都有看过，那这样不会没电吗？老师，基本上两到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么久？当然，如果拍很多就会比较快的没电。哦，它是感应的，真是热感应的，对热。所以我这样子，看这个，我已经关机了，已经关机了，我已经关机了。我们要的是食物。哇，32个影片呢。哎，这是多久的时间？有32个。11月底，十一月底了，刚刚说。哦，摆了两个月。我知道这个相机。Go 十五，蓝色的。大黑尿尿。小黑尿尿。尿在巴蒂那个位置。太体验。对对。狗也是现在十五的威胁之一。真的真的。对，流浪狗、流浪猫这样。啊，都是狗。小黑。下一个。又是小黑。小黑走开。会有吗？哎哎，走过来了。哪里？这里。我刚刚看镜头那边。真的是石虎哎，而且你看它花纹跟森林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。拍到了，拍到，而且好清楚哦。好近，好漂亮哦，好可爱，太漂亮了啦。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晚上啊。哦，还有晚上，太棒了，哇！那这是晚上的，晚上它的影像是黑白的。哎，有，它身上的花纹看得出来，有没有？眼睛还发亮。他真的都走在这条小径上，他喜欢好走的路。对对对，这句话真的是得到验证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只晚上有可能也是这一只，它有地域性吗？哎，其实它们有领域性，但是这个点我们曾经辨识应该是不止一只。哦，也有可能是公的跟母的这样。是，只有这一台吗？还是前面会有不同台？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平均2到4平方公里只会有一台。如果太近，你有可能都是拍到同一两只，会重复计算。了解，这其实蛮感动的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，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食物都是那种被猎杀的照片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活生生活在这个森林，而且就走在你的前面，就在这样的登山步道上，然后离我们下面的民居其实很近，超近的。它的存在可以稳定这整个生态系的平衡，很健康就对了。对对对啦，如果我们保护这个物种，其实也保护了这个区域里面其他的所有物种。也是。对对对，得到个平衡。这个是一种叫做保护伞物种的概念。护伞物种。对对对对对。了解了。